When I look into her eyes, I see paradise.甲上面其实还蛮难得，就是在车上来展开我们这趟旅程的拍摄的。今天非常难得，过年之后我们就是要来走村。我们今天其实也不算走村，我们今天是一个运送物资的任务。因为明天呢，我们要跟 KTM 的车友们去德恩雅纳骑车，然后这个行程呢是两天一夜的，就是我之前在 IG 上面发布的。如果你有追踪我 IG 的话呢，应该有看到。然后这次呢，报名可以说是非常踊跃。我一 PO 出来的时候，大概可能不到20分钟，名额就其实已经满了啊。那原本一开始呢，我预估呢是收10个人一起来完成这一趟旅程。可是呢，因为真的太多人私讯我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踊跃。明天呢，我们一共跟18个人出去骑车。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呢，就是我们明天的住宿点，位在草岭附近的。怎样？有车。那开车的时候要看那个反光镜，来镜头 take 反光镜，镜头 take 反光镜，这个有时候就很重要。然后它上面呢、啊，我发现它很多弹孔，因为有些可能原住民晚上的时候打猎的时候会去打那个反光镜啊，反正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物资，刚买了超多明天晚上要煮的火锅食材，因为其实我们明天住的那个山顶那间民宿。它的名字就叫山顶那间民宿哦，不是我乱取的，是叫山顶那间民宿。附近真的他妈太偏僻了，什么都没有。我们出来玩就是要住偏僻的地方才开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把我们的食材先开车全部给它送上去，这样我明天呢就可以轻装骑车了。不然还要再加上我那些摄影器材啊，无微博实在太多东西了。出发之前先来个信心喊话，因为这次呢是人最多的一次。然后虽然大家都是骑 KTM， 不过呢我还是稍稍紧张了一点，因为第一次要跟那么多人骑车，当然面临的压力呢就会比较大一点，就是其实也蛮怕说大家在骑乘的过程中啊，如果有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啊什么之类，还蛮怕的。不过呢我觉得我们都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了，我们就好好的干。希望明天大家骑车呢都非常的安全，这一趟呢可以玩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然后现在呢我要继续开车了，等我到民宿的时候呢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哥哥悠悠，我是鲁特。
今天我们要和 KTM 的车友们出门骑车，这一趟旅程真的有很多第一次啊！第一次自己办活动，第一次开车开场，第一次和那么多 KTM 车友们出门拍影片。其实这趟行程在过年前就已经开始规划了啦，从有想法到实际出门骑车这段时间，也筹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从路线的规划到行程安排，吃的东西到住的民宿，里里扣扣无微不微，这蛮多东西的，甚至多到要提前一天先开车把食材以及总代理安东贸易提供抽奖的礼品载上去，因为这次的人数真的非常多啊，18人16台车，也算是提前先稍微看一下环境，看能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就是我们明天要住的民宿，它叫山顶那间，真的是山顶那一间。前一天把东西载到民宿放好，顺便稍微看了一下环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到五级车业。哟，各位，在刚刚呢，我们把我们的东西全部给它载上去之后呢，现在的时间来到了7:50，我们明天一早呢，我们就要从台中骑到嘉义了。但是现在呢，我人已经要8点了，我人还在台南。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五级重车，可以看到外面摆了非常多车。为什么会来这边呢？原因就是因为明天我们要骑着一台非常特殊的车子上去，我们是很多台南 KTM 的大本营。因应 KTM 这个色系呢，我们这边所养的动物呢，不是橘色就是橘白黑。你也 KTM 哎、欸，你也 KTM 啊！全台湾唯一一台 KTM 390 ADV 滑胎版，这只猫还很喜欢这台车，因为你看，好可爱。他是跟我讲说滑胎的那个操控性会变好，就是你整个骑起来感觉是不一样。这位就是我们的吉哥，好不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吉哥要借我们那个借我们的摄影师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摄影师来一下，专业摄影师。他说很火，他说比690轻巧。对啊，改成这样子了以后。比690再灵活一点。你有换什么？我们换前后框，我们把后扶手拿掉，我们把尾壳故意换成白色，然后我们装了一个越野车土柱。所以装了越野车土柱就是要越野？不是，所以我滑胎车土柱。对，他是我还是这样形容。对，是滑胎车土柱。我还是这样形容。终究你也有今天呐、啊。对。他要越野这个状态，你跑硬土路还好啦。要跑泥泞土路应该是没办法的。我明天呢就是要去德阳那，然后我们的路线呢最多其实我排的，因为人十几个人，所以我最多就是应该就只是啊，你没办法去跑那个太硬的东西。对对对对，最多最多最多就是水泥铺装的路面、啊，所以这台一定可以，对吧、啊啊？你已经那么弱了，还下去骑那个？没有，他跟他讲话，他跟他讲话，你麒麟道不是被弄爆吗？欸、好不容易都好不容易都回来骑公路了，不要再羞辱我了，好不好？很可怜的、欸，找我去我都不敢。走，哎、欸，对吧？去哪里？比哪里？搞屁事、啊！简单简单简单的领导。不要啦，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为什么？我怕我太强，你会生气。不会不会，你太强我就越开心。我怕你会靠陪骑个怎么能这个那么厉害呀、啊？怎么这么灵活的胖子啊！天哪！啊，他还有改排气管，对不对？对，原厂的蝎子，蝎子啊，对，因为我想说，他原厂的那个排气管好像也是扁扁的。我们这个越野人必备的这个把手镜，我们有装后照镜，越野镜，对，这个一定要。好，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试骑看看吧。我们等一下就来试骑看看，听说非常凶猛，非常猛爆。屁啊！你说你没有改很多，这个轮框应该就轴心也要换吧？不用，对呀，不用。这个连390 Duke、250 Duke、RC390 都能装这一组框。我们装过，我们都试过了。我们这吉哥呢，不愧是我们这个吉白人，他有一台690，改得非常帅。教学时间啊，教学时间啊。然后你的手臂跟握把要平行，所以要放低，再低一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重加速的时候，他才不会拖着你跑啊。你坐直你就一直这样。借车呢，附赠这个教学，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来啊。然后我觉得那个吉哥人真的蛮好的，讲话也蛮北蓝的啊。你先骑一圈，你知道他什么感觉，你再给他转。借车附赠教学啦，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羞羞喽。
们店叫五级啦。那为什么叫五级呢？因为听说老板很五级，是吧？我上次听到是这样啊。我们吉哥五级，所以叫五级，很好记。这次也很感谢五级重车的老板吉哥出借 KTM 390 ADV 滑胎版，让我们人人都有功练，而不是有功练，是有车骑。把食材和礼品载上山之后，车子也搞定了之后，回到台中的时间也已经接近凌晨的两点了。出发的时间抓在早上的六点，所以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整理完之后，小小的眯了三个小时，接着我又要出门了。前一天晚上只睡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早上起床的时候还需要先冲一次澡，提振一下精神。一开始原本平淡的心情也随着冲了澡之后开始紧张了起来，而这个紧张我自己觉得是有蛮多因素的啦。第一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办活动，不免紧张，从出发开始就一直想着怕大家骑得不够尽兴啦，怕行程太无聊啦，怕吃的东西不够啦，担心东担心西的。不过就跟我们昨天在车上说的一样，既然都决定要做这件事了，就好好的干。98然后加满。在台中把油补满之后，这一次没有选择走西滨。最近其实我是蛮不喜欢走西滨的啦，虽然说在冬天这个季节南下路段是不太会有逆风的问题，但是因为出发时间算是蛮早的，还算充裕，心理上也不想要一直让自己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所以就想说走走台一线龟速的南下，顺便缓和一下心中的状态。而在刚上七四不到十分钟，左边马上一台1290骑过去。对，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团的超级老橘白。这一次参加的团员以中部人为大宗，其实是南部和北部。不得不提到的是，还有一位来自离岛的澎湖妈金人。只能说骑 KTM 的拢是笑诶，不止骑车来相会，还有坐船来相会的。骑完了七四甲，来到了园林。天色在这边也变得越来越亮，但是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今天是一个雾蒙蒙的阴天。在这次出发前就有天气预报说最近会下雨，所以虽然才刚出发，天空也不见太阳，但也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就算没有太阳，就算下大雨，也还是要骑得尽兴。骑着台一线一路直达熟悉的西螺，进入斗南前经过西洲大桥的时候，还可以看见右手边横跨浊水溪的西螺大桥。严格说起来，之前在每趟旅程的开始，我都是走着西滨，不然就是台三线。这次是第一次骑着台一线到嘉义，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少有的新鲜感啦。南下的这一段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即将离开云林斗六进入古坑前的这一段路。这里除了是我们小胖哥的故乡，柏油路两边的路树也长得非常茂密，整条公路就像是被树木包覆，浓荫蔽日，绿荫如盖，形成美丽的绿色隧道。虽然古坑真正的绿色隧道不是这一条啦，但一早骑在这条公路上还是可以感到那一分的舒适惬意感，也让我觉得提早起床出发不赶路慢慢骑真的有很棒的放松效果。在这边我也接到了台三线，接着一路经过梅山、竹崎之后，进入嘉义。今天集合的时间是早上的九点，抵达 Seven 的时间差不多已经可以看到有车友也提前到了。而在这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才正要开始。今天感谢大家这么踊跃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次其实是算是安东他们邀请我，然后来办这个。可以看到今天的车辆18人16台车，以我之前跟团出门骑车的经验，真的已经算是非常大团了。而随着人数和车辆越多，其实也会很怕大家在骑乘的过程中跟丢啦，或者是骑得太忘我不受控那样，所以在出发前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大家骑车注意安全，不要人来疯，一切以安全为主。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是过完年我们出来走春的第一天，
我们今天呢跟 KTM 的非常多人一起准备出去洗车了。这次呢，我们准备去德恩雅纳。现在呢，我人在嘉义的 Seven 彩虹门市。刚刚呢，已经跟我们这群 KTM 的好朋友们呢相见欢了。行程预计是9:30开始，可是现在时间是9:35。今天可以看到哇，每个人都非常有举白，好不好？18个人，16台车。等一下呢，我们就准备走台十八线，这条就是台十八线，一路沿着台十八线往阿里山出发。经过德恩雅纳之后，我们今天会在阿里山住一个晚上。好，那我们就等等见，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刚才还行前讲解了一下，希望这两天呢可以玩得非常开心。准备出发了 ，Go！稍微提醒了一下大家小心骑车，接着把一整杯的咖啡灌下肚，因为早上真的太早起床了，所以一定要来一杯咖啡再出发嘛。喝完咖啡做好准备，我们也准备出发了，跟大家相见欢。从 Seven 出发之后，时间也来到了接近10点。今天的第一段路线沿着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从中埔进入番路乡，一路随着海拔爬升前往二岩坪步道。这次一开始的路线算是我第一次从南往北进入阿里山，因为自己住台中，所以之前都是骑着新中横沿着台21线进入台18线南下。这次则是反过来，从台18线往北。对我来说，虽然阿里山公路已经不是第一次骑了，但是因为路线的不同，加上这一趟同行伙伴的特别，在一开始出发，心中的感觉还是特别新鲜的。天气跟一早起床时候的景象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除了太阳终于露面了，气温也变高了不少。早上在出发的时候，天空真的是雾到爆，现在反而可以看见蓝天，看来老天爷也很希望看到橘白们进攻阿里山的模样。随着台十八线在经过了天长桥之后，路线在这边也变得越来越蜿蜒。在一些幅度比较大的发夹弯的时候，眼睛看过去弯中满满的橘白，可以说是每个弯都可以叫做橘白弯了啦。心里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出门骑车了。其实在出发前，有些车友报名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很期待可以跟我骑车，希望可以看到我本人之类的。不过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也只是一个爱骑车的普通人而已啦。正所谓期望越大失落越大，所以反而我还蛮害怕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满回忆的活动，出发前给自己的压力也算是蛮大的。但是上面说到的这一切，在台十八线进入番路乡之后，就随着一道又一道的弯慢慢的消失了。因为活动从没有到这群人实实在在出现在我眼前，不要说同行的车友很期待跟我骑车啦，连我自己都很期待跟这么大群的人一起骑车。今天是一个假日，虽然刚刚在山下车算少，但是从不知道哪一个路段开始，车子瞬间变超多的，车速也在这边龟速了起来。就这样一路从山下龟到山上，只差没有变成龟仙人了。到了二岩坪步道入口，接下来路线就即将转变为走着小条到不行的产业道路，整段路程是不长啦。但是因为这里的分岔路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在这边走的路线也从原本预定的路线变成了这样。对不起，对不起。Google 导航在这里就像是鬼打墙一样，进入阿里山三角洲，不停的一直要我左转，而身为一个听话乖宝宝，叫我转，我当然是转给他看。然后我们一行人是8个人，就这样在这条路上绕来绕去，绕了快10分钟，终于逐渐的离山顶越来越近了。
过可能是因为我骑的是第一台，所以那个魔咒又来了，就是又变身成了带错路。刚出发才不到两个小时，悲剧也在这边发生了。上去可以回，上去回转是不是？对，上去回转，不是这条，又怎样？又怎样吗？没事没事。一二，那你们没关系，你们先骑上去好了。好。对，然后上面有一个小空地可以回。好。六台车里面倒了四台车，但是这真的不是我的阴谋啦，就这样在这个走错路的坡搞了快五分钟。其实撇除倒车，在这条小路上风景其实蛮棒的，视野比在台十八线看过去可以看到绵延更远的山，几乎不会被任何景物挡住，加上今天的大太阳蓝天白云，虽然台车已经抬到整身汗了，但看到这么棒的风景还是很赞的。这段路也让我知道，下次如果要来这种自己没来过的小路，还是尽量在出发前先找一天来骑骑看，算是敞开啦。这样即使有大太阳，但至少不会一整群人在山上一直疯狂跟着我走错路。这边也跟当天同行的这十几位朋友说声抱歉啊。各位，看到后面这一大片景色吗？我们现在停在呢一个二延平步道附近一个水泥铺装的路面上。其实今天一开始啊，原本出发的时候，从台中出发的时候啊，都是我觉得那个天气啊，就是雾蒙蒙的。然后昨天我有上来，就觉得今天在上面可能也是，就是应该是会起雾啊。然后因为可能明天就会下雨了。可是没想到今天我们上来的时候，现在时间11:15。天气非常的好，给各位看一下，上面是蓝天又白云的，远方呢好像看得见一片一片的云海，再加上这个群山，我现在肉眼看出去啊，这边一整片呢全部就是蔓延出去，哇，这个山哇，一个连接到超远的地方，真的是群山。然后呢，阿里山，我们这个山坡呢全部都是茶园。其实我到这边的时候觉得对我们这一群车友有点拍摄，因为刚才在骑上来的时候那个路太小，然后弯又太多，那我的 Google 呢又怪怪的，所以就小小一直迷路啦，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转，不知道从哪边上来，刚才还带错路，带到一条很像比较像是林道，就是完全是土路的状态。然后结果呢，我们还没到，我们才刚开始第一关关卡，这个平台都还没到，就有两三台倒车了，而且还有一台呢是他在我眼前，眼睁睁的我看着他倒下去，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抱歉。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办这种活动，然后我觉得这群车友人真的也都蛮好的，哇，他们人真的也都非常好。就是虽然被我搞成这样，一路一路都慢慢慢慢上来，一个路口就要看一次手机，然后我们的 KTM 非常的给力，也没有水箱过热。其实我完全没有休息，因为我刚才飞完空拍机呢，我才有时间来欣赏这片美丽的风景。下面就是台十八线了。现在让我看一下，因应刚刚的失误，所以我决定呢，请他们自己就是先导航，这样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方便啦，不然一大群人然后在那边等，那等的时间呢，如果是上坡的话呢，很有可能又倒车。我讲太多废话了，现在呢，我们准备要出发了，下一站等一下准备去吃午餐了 ，Go go！ 从这条小路下山，可以看见右边壮丽的山景，山坡上满满的茶园，路的两边满满的竹林。原本的计划是在茶屋步道停下来走一走。不过大家这时候已经被晒得乱七八糟了，所以临时决定先前往中午用餐的餐厅，至少可以不用晒到太阳。小路的尽头，我们从中油细顶站旁的路口接回台十八线上，在这边顺便补个油量。要注意的是，中油细顶站只有提供92和95。
加九八汽油朋友们一定要在山下加满，不然最远就只能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才可以加了。离开了加油站，接下来我们准备前往餐厅，沿着刚刚上山的台十八线往回骑，接到了加129乡道，又叫三美产业道路。在之前切西瓜的时候也曾经走过，路名算是很好记啦，因为今天的山真的蛮美的。而在这条产业道路上，一共有三个周族部落，分别是三美部落、新美部落，最后是茶山部落，统称为南山村。而今天我们午餐地点就是在这条三美产业道路附近的尤巴斯周宴餐厅。而看到餐厅名字中有一个周字，应该就知道这间餐厅的餐点充满了周族风味。在阿里山上看见的原住民族周族算是占了大宗，今天吃的餐厅是周族风味料理，下午准备前往的德恩雅纳也是周族部落，甚至那一首高山青阿里山的姑娘没入睡呀、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唱啦，不过这首歌也是阿里山周族人的写照。从这边开始，我们也即将踏入周族的传统文化。太阳超大，天气超好，万里骑了。我们从阿里山公路上面骑了那条小路之后，现在下来在这边呢，我们要来吃我们的午餐。今天我们的午餐看到这个美丽的装潢，充满原住民艺术风格气息的装潢，就知道我们今天吃的是周族的原住民料理。它好像是合菜啦，然后就直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点，就是几看几个人，一个人3到50块。那啊，对了，跟各位说一下，这午餐我就没有请了，我们没有带钱哎、真难抢，没有带钱。要、不然我们回去好了啦，我们回去好了，现在还来得及。走啊走啊走啊！昨天开车上来的时候啊，买的那三锅，3000多。啊，还有鸡。还有鸡。反正总共加起来大概7000多。7000多。对。可是呢，身为一个活动主办人兼人很 nice 的帅哥，就是要请我们这些所有车友给他们一个福利。所以呢，今天晚餐呢是小弟请他们吃的，就是昨天你们看到的那一些啦。其实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呢不在骑车，我们在晚上的抽奖，应该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抽奖来的。对，第一个不给面子的。好，晚上有抽奖，我们有 KTM 的时钟，我们有 KTM 的腰包，我们还有 KTM 的钢杯，每个人人人有奖。小弟我个人呢是自己拿了钢杯啦。请客讲到现在，你们还在、完全没有人反应，好可怜了。等下那锅收回去，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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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录一遍，再录一遍。讲太多了，讲太多废话了。总而言之，我们等下就要吃饭。然后我们吃完饭呢，我们就去德恩雅纳。德恩雅纳那边应该也是蛮漂亮的。要认识一个原住民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开始认识，而食衣住行中又以食为第一，所以这一站我们先来好好的认识周族的料理。在到餐厅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很多车，对，这间生意真的很好，假日几乎都是爆满的。如果想要吃的话，需要先提前定位。而这间尤巴斯则是一个人350元的无菜单合菜，超过10菜的料理算是很豪华啦。半户外的环境，边吃还能边看见远方的山景，吃起来舒适惬意又心情愉悦。周族料理的方式也和其他原住民族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到了餐厅之后，最显眼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像是摇篮的烤肉架，上面摆满了香肠、山猪肉、烤斑鸠。而采用摇篮的好处就是利用摆档的方式烤肉，火源就不会只集中在一个点，烤肉架的高度也可以随意调整，可以更好的控制火候，也可以让食物保温，是只有周族才有的烤肉方式。竹筒饭是早期原住民男人外出打猎的时候，家里的妇女会准备让猎人们在路上填饱肚子的食物。不过这里的竹筒饭跟以前鲁特吃到的竹筒饭不太一样，因为竹筒饭里面很单纯的只有小米，不像之前吃的里面还有肉丝，也算是还蛮有特色的啦。你把它当白饭吃啊，还蛮有特色的。看一下好不好？它完全不咸，然后完全没有味道，它就是小米这样，就是把它当白饭，我觉得还不错。排骨汤，好，这里有里面主要是里面这个，那什么？这什么豆豆？秋鸡吗？秋鸡豆酱是秋。不是谁放珍珠放在这个里面？珍珠啊，珍珠排骨汤。珍珠排骨汤。好，我之前去饮料店点啊，
杯奶茶好像55块吧，然后我把那杯奶茶点到125块，可是呢，只有25cc 的奶茶，加野果加 QQ 加波霸加珍珠，然后又加本源，加了6-7种同号，同号，然后奶茶就是对。根本就是在吃东西，他打的时候他就装那一小杯，然后就去打分。不知道是蜜月一样那种吗？不知道，珍珠啊，不是绿豆糕啊。嗯，它是全糖还是半糖？你问了一个很好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是胡乱的。看到像是绿豆糕。那你们有吃吗？啊，我可以加点那个百香果，吃起来像马铃薯，吃起来像豆啊，像豆。对，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喝，我们俩是巨头绿豆糕。它这个是补身体的，要补氧气的，女生来说养颜美容。哦，女生养颜美容。吃饱喝足，合照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直接前往德恩雅纳路线。这一次我们没有选择走奋起湖，沿着台十八线从番路乡穿过细顶，经过石卓，直接杀到德恩雅纳联络道，从十字路车站附近进入部落。从嘉义129乡道接回的台十八线，在阿里山公路上可以看见非常多小路，不难想象在这条公路上隐藏了许多小径，除了午餐前去的二延平步道，还有太多条路真的来不及探索了，所以只要路边有小路的踪迹，眼球就会忍不住转过去多瞄几眼，然后心里想说下一次一定要去。今天到德恩雅纳前的路线，我们从番路进入阿里山公路，而以之前鲁特骑乘台十八线的经验，从塔塔家进入的话，前段几乎都是骑乘在山林间的感觉，在通过十字路之后的道路才有茶园的景色。不过今天的路线是反过来的，从番路进入之后，首先我们来到了细顶，这里也是阿里山主要的产茶区，沿途的制茶厂、采茶人也让这条大山公路更显人情味。穿过细顶之后，接下来我们也来到了石卓。石卓又称石桌、石卓，与细顶一样，作为阿里山公路重要的中继站之一，同时也是很多条重要公路的交汇点，像是之前介绍过的159甲大华公路。说面粉公路，大家应该会对它比较有印象啦，以及通往奋起湖的169县道，这里算是整条阿里山公路的中心点。有骑过阿里山公路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对于石卓记忆点几乎都是浓雾。因为地理位置处于迎风面，这里全年的平均湿度超过90%，中午过后基本上就会起雾。但是今天到了这边却没有任何一点起雾的迹象，舒适的路感伴随着骑乘时凉爽的气候，每每骑乘在阿里山公路上，不管是穿梭于绿郁林间，还是望向那辽阔的茶园，清新疗愈的风景，都可以让心灵沉淀不少。从尤巴斯周宴餐厅出发之后，大概骑了1个小时，我们也离开了茶园景观，骑进了像是山林的景色，德恩雅纳也离我们不远了。从台十八线上，我们转进多林德恩雅纳联络道，接下来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第二段水泥铺装路面，景色在转进来这条小径之后，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上一秒两边还是高大的树木，下一秒我们已经身处在竹林之中了。从画面上来看，不难发现这一条路似乎一直有人在走，路径上明显的车侧加上倒在两边的竹子，很有仪式感。现在想起来，这一段路的确是要有一点深入仪式的感觉才对啦，因为德恩雅纳本身就是一个身处深山的地方，从台十八线进入，如果也是平平的柏油路，或许会让我觉得德恩雅纳也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到达的地方了。不
过如果大家有来这边的话，还是要比较注意，因为路幅真的不宽，加上有些坡度真的蛮陡的。当天我们就遇到了汽车也要通过，会车就真的需要靠得比较旁边了。而如果是在斜坡上要会车，真的要注意安全。而开车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从这条路进入了啦，因为如果遇到要会车的情况，应该是会很痛苦。穿越过现在已经不能走的铁路，就这样骑了大概又五分钟，竹林的景色又再度瞬间转换，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树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我们也来到了像是森林的景色。很临时的决定在这边停下来，来到这边的时间点刚好是下午的3点多，接近4点，光线非常棒。待的时间久一点，还可以看见阳光穿透进台湾山林的光影变化。有来到这边的朋友们，是蛮建议先往下骑到德雅纳，再用走的走一轮，因为真的很舒服啊。从三星出发，大概骑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不到2个小时。那我们现在距离德雅纳呢，只剩下短短的不到500公尺，等一下就到了。这边呢是我觉得从台十八线上来一条真的非常美的路。这一条路上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难骑，它只是水泥铺装的路面而已。然后沿路可能会有些许的颠簸，公路它也 OK， 不一定要越野车也可以来。刚才遇到一台美式机车，什么车来骑这条应该都可以啦。然后沿途的林相呢，它有点像是罗山林道两倍的罗山林道，因为罗山林道呢，通常我们就只有在右边，不是左边。假设我们过去的时候它是在右边，我们回来的时候它就在左边。可是呢，这边这一条骑过去呢，我们左右两边全部都是森林，这边全部几乎都是，哇，这个应该有20公尺吧。6层楼，应该有6层楼高的树，沿途全部都是这种。来，转过去，镜头，我们镜头转过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天！所以呢，我觉得你来骑，你只要骑这一段，你不用到德雅纳，也很好玩。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啊，我觉得沿途过来的景色真的非常漂亮，这也是可能是少数让我想要走路的一个路段。像我刚才就有走了一小段，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舒服的，呼吸了这个芬多精，阿里山果然。我们早上中午大太阳，现在呢已经开始雾蒙蒙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去完德雅纳，可能再飞个空拍机四处走走逛逛拍拍，然后应该就会回去民宿了啦，因为再来可能天也暗了。好，准备出发了，哥。在这里停留了超过半个小时，接下来我们也打算继续前进，正式进入德雅纳。把德恩雅纳拆成2个部分，德恩意思是得到恩典，雅纳在原住民语中有着地方的意思，所以德恩雅纳就是一块得到恩典的地方，在周族的含义中是一块远离河床平坦安全的土地。会有这个含义是因为德恩雅纳前身就是莱吉部落，2009年莫拉克台风造成的88风灾，莱吉部落也因此遭受严重的破坏。随着风灾过后，莱吉部落也一分为三，一部分居民留在原本的莱吉村，一部分则是选择搬到山下的竹鹿社区。而竹鹿社区就是我们在刚启程的时候在台十八线上的左手边废弃水泥厂附近的那个社区。而最后一部分则是搬迁到了现在看到的德恩雅纳。而这一块土地原本是林务局所属的1520班地，风灾过后经过部落村民的协调，解编了其中6公顷的林地，并在政府齐力的努力下重建成为了现在看到的德恩雅纳社区。目前一共有41户居民居住在这边，
而这也是全台湾第一个成功将林班地变更为部落建地的案例。在德恩雅纳，我们可以看见人类和土地共生的美丽。除了房屋的建筑与公共的道路，一切都保持着自然原始的样貌。这一点从电线杆上茂密的蜘蛛网就可以看见了。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路线算是比较特别啦，有点算是从后门进入德恩雅纳的，但是从空拍画面中可以发现，社区其实是隐藏在几个发夹弯下面。曲折迂回的道路，鲁特觉得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象征着这块地方重建时的艰辛，并不是水到渠成，反而是经过村民们的努力才重建成这个社区的。进入部落第一点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上去啊，有点像是另类的森林，那边是真正的森林，这边呢我只要这样子它就变森林了，有没有感觉就像是森林，这就是我们看世界角度不同，我们的眼界呢也会随之改变。白鲁特，一朵花可以比我高，我觉得在山上的东西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连一朵花都长得比我人还要高，真的是不知道该说它吸收的养分太好，还是我长得太矮了。一开始的花草树木除了百花争艳，还让我有一点自卑。看在自己已经过了发育的时期了，不然是该继续打篮球了啊。往下走，接着出现的则是各种挑高的斜屋顶建筑，仿佛开始进入了一个童话国度。这些建物完美的与周遭无尽的绿树融合在一起。我是不知道什么台版合掌村啦，我只知道它就是德恩雅纳。进入社区之后，鲁特发现在这里每一户的门牌也有着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周族部落，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装置艺术，虽然每一户的建筑都是差不多的样式，但是随着部落居民各自对于家布置的不同，得以让我们可以看见风情万种的样貌。哦，请人家做的啊，做只是做成你们自己想要的形状这样啊。对。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姓氏，像我们是姓杜嘛。嗯。我们周围就叫 Doski。哦，所以每一户的这个姓氏都不一样，所以前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号码这样。对，就是门牌。哦，谢谢。你的门牌很漂亮。是吗？对，很帅。因为位处深山，物资取得不易，德恩雅纳社区有一种特别购买生活所需物资的方式，就是会用车子载上山供部落居民购买。而今天到访的时候刚好是居民在买鱼的时间。啊，你要吃生鱼片了？吃鱼片好啊。你要吃生鱼片了？补身体啊。不要拔掉。在经过那摊卖鱼的车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感官的冲突，因为我眼睛呢看到的是山，但是我鼻子闻到的呢是海味啊，好感动哦，想起我大海，遥远的大海。可是我们现在在深山里面。最后我们在社区中的一间卖香肠的庭院坐了一下，它的代数还不错。我们跟着车友出来一路职业病呢。稍稍休息了一下，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就准备启程往民宿出发了。海拔1400公尺的德恩雅纳，如果不是现代资讯的发达，我永远也不会想到在这深山中有一块这样充满原乡风情的地方。如果我可以在这边住上一晚，细细品味这里的美，无疑是一个更完美的生活体验。离开了德恩雅纳，接下来我们准备前往今晚下榻的民宿。路线从多林德恩雅纳联络道骑着149甲线离开阿里山，进入草岭。时间到了这边已经超过傍晚5:30了，到了2月的日落时间已经逐渐变晚了，超过5:30还可以看见太阳还没下山，某些路段竹林甚至被照得金光闪闪。好啦，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讲金光闪闪这四个字，终于让我等到了。从149甲上除了竹林金光闪闪，连远方的山也会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的。
最后再骑了将近50分钟，终于来到了离民宿的最后一段路。今天我们住的山顶那间民宿，名字真的就是山顶那间。从149甲上接到小路之后，沿着陡坡一路向上，可以发现今天骑乘的路线基本上都是这种小条到不能再小条的产业道路。这一段天空在夕阳的照耀下，把整个天空都显得红彤彤的。爬上最后一个陡坡之后，我们终于抵达民宿了。在这一次的活动，住宿方面也是找了很多间啊，除了要找能容纳超过15个人的环境，晚上的抽奖也要有足够空间让大家边吃饭边聊天。最后找到了这间可以包栋的民宿，空间很大，办户外室加上可以自己煮东西的厨房，让大家边吃东西还可以边看着远方的山。抵达民宿的时间也正好可以看见夕阳的余晖。鲁特自己是觉得环境很棒啦，加上一个人不到1000元的价格， CP 值真的超级高的。哇，这些民宿啊，这个 view 真的赞。山顶那间非常特别的名字，那等一下房间呢也会一一跟大家介绍。现在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太饿了，我们骑一整天的车，东西又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洗菜，把它装起来来煮。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非常长的桌，一桌刚好16个人。可以发现呢，我们 KTM 的车友非常的团结。现在每个人呢切他的菜，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切得非常快。然后。加油加油！监工组，对，监工组的负责加油，喊出来，加油！精神喊出来，加油！看，我觉得他们真的都超好 Q 的啦，我不知道是什么，看真的超好 Q 的，叫他们讲什么他们就讲什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餐好了，这是我们这个台南的腥味白菜胡椒鸡。以前几乎都是我去蹭别人的饭，这一次终于换我有所贡献了。这次晚餐的锅底我们前一天载了上来。煮的锅底是位于台南的腥味姜母鸭的白菜胡椒鸡，虽然店名是姜母鸭，但大家都是来吃胡椒鸡的。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洗菜煮的洗菜，监督煮的监督，烤肉煮的烤肉，经过了大概30分钟，我们终于把一整锅的火锅给它搞出来了。我们买了6袋嘛，这边是4袋，可是感觉会不会不够？感觉每个人吃一点就没了，很多，因为这边有些人的料呢，你看非常的丰富。煮完火锅，骑完车与大家一起悠哉的煮饭聊天，也算是我难得的经验啦。因为大家都是车友，骑的又都是同为 KTM 的车，所以车经几乎可以说是聊不完。一路吃饭聊到吃饱饭，最后把这次由 KTM 台湾总代理安东贸易提供的礼品 ，KTM 的腰包、KTM 的时钟、KTM 的钢杯抽给大家。那看到这边，鲁特相信，因为报名真的是非常踊跃啦，所以这部影片鲁特也特地留了3个钢杯要抽给看到这里的各位。不用骑 KTM， 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你想说的话，然后 #我爱 KTM， 一个礼拜之后我会把3个钢杯抽出来，然后寄给你，也算是弥补那一些想报名但是因为人数已经满了没办法一同加入的朋友。吃饱喝足，一群人继续聊着橘白，从小橘白到老橘白，全部给他聊过了一次。这个夜晚就在这愉快的气氛下结束了。各位早安，一早起来就是一个蓝天白云。办户外室的厨房好处就是一早起来边坐着边喝咖啡，就可以好好看着一整片壮丽的山景。今天早上我们打算往上到离民宿不远的韩西尼森林人文瑞地。一早的天气真的很好，在二月这个季节来到阿里山，不难发现大量人潮都是来走村赏花的，可以看到车子真的超级多。
往上骑的这段路坡度蛮陡的，从民宿出发，原本短短五分钟不到的路程，骑了超过十分钟才抵达停车场。而来到这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买票。我老公看到你骑到你的小橘白了。哦，对啊，我们今天在那个前面，我们住在下面的。我知道你住台中，我们也住台中。小橘白，看到你本人，好高兴。谢谢。我买到了一张220，所以这到底要怎么念？哦，憨细腻啊，憨细腻。憨犀腻，不然我昨天我本来都念憨犀呢，不会是念憨犀呢？憨犀呢？要进入憨犀尼森林，首先就是需要一张门票。不过一张220块的票价，值不值得？鲁特是觉得蛮见仁见智的啦。最近其实我还蛮喜欢走路的，所以先跟大家说个结语：风景很漂亮，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的。不过如果你觉得走路很累，或是风景还好，那可能就看我走进去就好了。进入之后，首先我们会先走一段路，大概是15分钟的爬坡。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是有一点宗教色彩的地方啊。这里有一个你已经圣地，请静心慢行。而憨犀尼一开始我以为是与某个宗教团体有关，因为只要在网络上打出憨犀尼这三个字，出现的几乎都是什么能量啦、磁场啦，诸如此类的。再加上一开始路牌看到圣地，诸如此类的词语，还是会让人感觉到会不会等等就有人走出来要传教了。不过如果抛开这些成见，把这边当作健行的步道，走走逛逛，亲近大自然，也算是蛮舒服的啦。腹地也不算太大，蛮适合像我这种体力不是很好的人来运动的。步道的终点走到这边，其实我已经开始累了。空拍画面来看，由内门山作为起点，山势会瞬间豁然开朗。在经过了两仪、四象、八卦阵、虹桥与太极亭之后，最终映入眼帘的分别是大佛山与小塔山。不过鲁特对于太极或是八卦什么的是没有太多的研究啦，怕讲太多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开始传教了。就来说一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沿着步道往上走的时候，虽然当天人数真的是爆炸多，但是八卦阵在八重音的点缀之下，看起来就很像是置身在日本的神社，还算蛮好拍的。而第二个，赏花的季节，盛开的八重音与虹桥两边的台湾原生种福尔摩沙音搭配起来，让游客可以在走到最上层的太极亭的时候蓦然回首，不是那人还在灯火阑珊处，而是群山环绕，一望无际的辽阔，很有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而让我遗憾的是，在这里有一座海拔高度1166公尺的憨犀尼圣山蒙山，相信爬上去的景色也是不会亚于从太极亭看到景色啊。不过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在走完太极亭之后，我们也打算回民宿整理行李了，算是蛮可惜的。最后沿着原路回到民宿，我们把行李整理完，就准备下山了。回程的路线，我们走着149甲线，接到162甲，在166线道附近吃午餐。原谅鲁特中午真的太饿了，所以只有拍到餐厅的环境，菜一来就什么都忘了，直接爽客起来，只好下次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了。骑回去的时候要小心啊，我小心骑，小心骑。感谢你的热情，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我刚刚到那个吗？拜拜，梅山公园那边。梅山公园，我不确定。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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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我们家所有的女生。到了眉山一定要去吃一次眉山臭豆腐，眉山臭豆腐啊，而且要记得三分熟，三分熟，真的一定要吃三分熟。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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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应该是会一起骑一段啦。结束了，我们在青叶山庄吃饱饭，然后现在结束了我们的行程。大家结束的时候特别有精神，最后经过眉山36弯下山之后，回到了台山线上，在这边吃个臭豆腐。我们现在从那个青叶山庄骑
骑到了梅山36弯之后，下来到了竹崎。刚刚小贩去吃的就是那个竹崎火鸡肉饭，那一间也蛮好吃的。不过呢，在我们下来到这边的时候，全家梅山公园店就是我们最后一站了。我们大哥说呢，这间臭豆腐一定要来吃，它叫正老牌臭豆腐，然后要吃三分熟的。三分熟呢，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正常是这个颜色。我们的三分熟。架杠的南部九层塔哦，九层塔。如果敢吃的话，要可以。没有啦，还没加。它是它的酱，对。好软软的啊。嗯。跟你解释什么叫三分熟。对，三分熟是花笑起来先，关键都要哇。你吃三分熟啊，是自然而然排便会很顺畅，跟你吃优酪乳，主要这人在地人啊，是附近人啊，才会吃三分熟。有啊，人阮台南人。你大人要臭我就拍下来，我整个臭豆腐。吃完臭豆腐，听完老板讲干话之后，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阿里山有五期，日出、云海、森林、晚霞、铁道，更有原乡部落可以探访。这次也算是个阿里山巡礼了。鲁特觉得阿里山公路附近真的是有很多条小路，甚至是部落等着我们去探访。而这一趟有像是漫步在云端的道路，有森林中多变的林相，有周族部落与土地共生的美丽。虽然中间还掺杂着倒车，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整路游览的心情啦。即使已经是一个两天一夜的行程了，但是跑的点还是觉得根本完全不够。想去但没去到的地方，只好下次有机会再更深入了。虽然五期中这次少了日出还有云海，但是身边有这一大群车友的陪伴，加上是自己第一次办活动，所以过程中也胆战心惊啦，很怕大家会玩得不开心，或者是会觉得很无聊。不过也很感谢有这一群车友的母甘甜，让我们这次的活动可以圆满的画下句点。我想对我来说，这一次在阿里山中的恩典，除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更棒的就是与我一起出游的这一大群车友了吧。When I look into her eyes, I see paradise. We feel that love, so deep in love. When I look into her eyes, I see paradise.三，老橘白也来了 ，Oh my god！ 而且，哎、欸，你这是新款的、欸，对不对？对啊，新款。哇，辛苦你了，今天路线对你比较不好意思啊。对啊，我觉得在山上的东西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他那只狗也超大只，大出来的大便也比小美多超多。我刚才拍到他大便。我用钱养他，用爱灌溉。我们买车啊，其实不一定要车子没事或怎样，我们买就是为了那个爽度。就算买来是坏掉的车也没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有一点是因为它是橘色，因为我女友有说过我蛮适合橘色的东西。对，那你女友买了之后，你女友有没有开心？有没有爽？还好。因为你一直去骑车不陪她，对不对？你的心中是不是有越野魂？对，我只是我就是要越野，我就是跑林道。没错，所以我就等。我们在此呼吁我们这个 KTM 可以赶快出一台黄牌集聚的滑台车或是越野车，好不好？我相信应该会卖得很好。对，是不是我妈，我更不认识你。哦，对对对对，他根本原本不认识我，是他妈看了我影片，然后叫他买 KTM， 然后他才买，然后才有这次骑车。对，所以你这个钢杯要好好奉献给你妈。给他喝茶，烧热茶给他喝。为了这次的活动，特地从澎湖搭船过来，非常感谢，好不好？超始终我觉得实至名归。如果你去年没有到澎湖，应该就是第一台登岛的690了。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啊，说不定也有人去过了。没有啊，搞不好有其他六组人去过。好好好，导，应该很开心吧？我看大家都在，我哎，对，也有倒哎，对，也有倒哎，倒车，还我，还我。他就是呢，我们这一团里面的小胖 ，KTM 界的小胖，干话王，对，随便来干一句。首先我来感谢一下我爸妈，把我生下来，那我有这个荣幸参加鲁特的活动，对，然后可以抽到钢杯，对，与生俱来就是为了这个钢杯啊，对对，一生就为了他。十二号，没有，这我一定把它剪进去。我最喜欢这种真心情的人了。他今天一早从新竹骑过来，对吧？新竹人嘛，对不对？新竹人，他一早从新竹骑过来，就有时候在当兵。可是我相信你是为了今天骑车行程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可以抽奖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